以为心脏衰竭急检查，意外抓出可怕肿瘤。30多岁的女孩子非常的喘不舒服，心脏的瓣膜的声音就是非常有一个涡流的一个声音，就是像一个心脏衰竭的样子，所以赶快帮她做一个这个心脏超音波检查。意外的发现心脏上面长个黏液瘤，它随着下一次的这个心脏跳动一下子脱落的话，跑到脑部去的话，就造成脑中风。哎呦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